今次 Fly Away Homes 为大家推介的是由泰国知名品牌 Aria 集团旗下的一个低密度豪宅项目 Sonomita Demeso。 这个现代日式设计的项目是顶级豪宅项目，位于都市心脏 Sukhumvit 53街，步行至 BTS 通罗站只是5分钟，周围环境都是日本的社区大型购物中心，亦是泰国富豪的聚居地，可以称得上是曼谷尊贵显赫地段。项目由两栋平衡布置的8层建筑组成，提供30多种单位类型，适合个人的喜好。项目提供1房及2房单位，面积由37至100平方米不等。私隐度是这个项目的关注重点，在设计上全方位考虑住客的个人所需。项目同时包括超大型停车场，采用日本最新的自动停车系统，还有空中泳池、大型健身室和温水泳池等等。这个项目的单位都会包含组合式的厨柜、煮食炉、抽油烟机，还有焗炉都是由德国名厂入口，用料非常讲究。整个项目都是有家居智能的设备的，好像这个大门门锁那样。如果锁住了的话，就需要用卡或者密码才能开到。还有一个呢日式的智能座椅，用一个遥控就可以控制到不同的功能，包括是可以冲水啦，也都有压力啦，而且呢不同的用家呢也都可以设定他们的喜好的。这个项目的价格呢是由每平方米31万泰铢起，将会在2020年第一季落成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资讯，那就快点上来 Fly Away Homes 的 Facebook page 继续留意我们吧。